妈，我回来了。叔儿，慢点。哎呀，想死您了。六年了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嗯，妈，您多打两下，儿子不像，您牵挂了。别哭了，妈。日本要联合东亚各国，结成东亚联盟，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，以国防共同、经济狂妄无耻、政治独立和文化沟通为基本条件，在日本人民我回来了。又长个了，我都够不着你了啊！咦，跟您一般高。开始。出事了！好嘞，出事了！日军那边有军事动静。出事了！大家不要乱，不要乱！大家，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日军把虚弹演习变成实弹演习，在长新店开枪开炮。怎么了？实弹演习开枪干嘛呀？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是家住在长新店的同学亲眼看到的。我早就说过，日军狼子野心，只能痛击不能妥协。政府和军队不作为，一味抱着和平幻想，妥协队长只会姑息养奸。我们必须让政府立刻觉醒，让军队奋起抗战。那一天，群情激愤，如火山爆发。我和北大清华的同学们一起上街去散发传单，一起去市政府请愿，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磨蹭什么？跟上，快点！正义，审讯滋事，还知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？进去！关你们两天，饿你们两顿就都了。都坐下啊！不许乱动！都坐下！不许交头接耳！你，不许东张西望！坐下！没事吧？没事，学长，放心吧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等出去以后到医务室上你一趟。同学们，你也在这儿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今天没事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个孩子才回来几天，他怎么就去游行去了呢？你当时就在那儿，你也没拦着他呀？当时情况实在是太乱了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那就赶紧想办法把他弄出来呀。站住！不用急。为什么呀？数学这孩子啊，平时吊儿郎当的，这件事做的还真就算有点骨气。现在他那些同学都在里边，他怎么能扔下同学自己当逃兵呢？你就不怕他在警察局被人给打了？那他也不能当逃兵。母亲，您别着急，一会儿我就去找曹局长。我要求你们警察局立刻放人。郑教授，他们参与了暴乱。非但如此，还殴打警察，欺压已经是从轻处置了。学生表达自己的意愿没有错，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是错误的。我们惩戒的就是这种暴力方式。你刚才说学生殴打警察，可事实上明明是警察殴打我们的学生。129事件才过去不到短短两年，你们又一次的把拳头砸向我们无辜的学生。学生组织游行就叫组织暴乱了，
就叫伤害政府和民众利益。伤害政府和民众利益的是那些日军。国家兴亡是不是应该匹夫有责？你们的枪口是应该对准日军，还是那些无辜的学生？我知道你们教书先生的嘴皮子厉害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人在我手上，放不放我说了算。好好好，那学生就拜托你了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刚去了一趟警察局，警察不让我跟学生见面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搞清楚学生的身份。这是名单，北大六个，